男人强吻女人，为什么女人一般不会拒绝啊？今天呢，我就把女人这点小秘密告诉你了，我也不怕挨骂了。那你呢，就先给我点个小红心，我再来告诉你。首先呢，女人会感到一种满足感，她们喜欢啊霸道的男人。其次呢，女人表面上可能会拒绝，但实际上她们早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了。最后啊，她们害怕伤害男性的自尊心。其实呢，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他早就已经喜欢你了，早就在等你下手了。但是呢，你要注意一点啊，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们接吻以前呢，一定要保持口腔清新，别一张嘴呢就是一股子烟味啊、大蒜味的。你说哪个女人会喜欢呢？青山鸟飞绝，有招你得学。就是现在呢，很多男人呢，他们出门之前都会随身携带这个口腔喷雾，它也叫做接吻神器啊，就这么小小一只啊，非常的方便携带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它这个味道啊，是让女人非常喜欢的那种淡淡的果香。刚吃完饭呢，或者说有什么社交活动，那你就去喷一喷，特别是在约会之前，你一定要提前用它，这个味道呀特别上头。当你慢慢靠近对方，他就已经闻到你嘴巴里面那股淡淡的香味了。你说有哪个女人能够抵抗得了这种柔情的蜜吻呢？那趁现在有活动，左下角赶紧去抢吧。